三号傍晚，银城站河边，妈妈带儿刷碗，犯罪分子出现，初次见面，没有恩怨，却把孩子扔水里边，让他随波飘远。他狠心拆囊，你如此凶残，你的良心被狗吃完。你这样残忍，究竟为哪般？盼望你能迷途知返。他狠心拆囊，你罪恶滔天，你的内心如此黑暗。让人间瘴气来把你审判，让铁窗它与你相伴。三号傍晚，银城站河边，感人一幕呈现，爱心感动上天。初次见面，没有血缘，看到孩子扔水里面，情况十分危险。啊，紧急关头好心人出现，跳进了那河水里面，顾不上严寒，把孩子救援，唱响一曲爱的奉献。啊，爱心人把孩子救上岸，就消失在夜色里面。请各位网友转发朋友圈，为好心人起来点赞。啊，爱心人士你赶快出现，孩子家人把你呼唤，把爱心惊喜送你手里面，感谢的话中说不完。啊，爱心的人你赶快出现，无数网友把你呼唤，让爱的奉献都响彻人间，为好心人齐声点赞。有好多热心人，说明我们这还是好心人多，我们那市里边平顶山市还是好心人多，知道吗？嗯啊，现在不是我听那个人已经抓到了是吧？对对对对，人已经抓到，你这对这个公安上你，哎呀，我特别感谢感谢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一真是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，形容他们从昨天到现在都是成一夜都没有睡觉，都是在为这事儿在忙，知道吗？他们真是尽职尽责的。啊，给我为我们这事，真是我们特别感谢我们这公安的，啊，这一块感动这一。那下一步这个人也抓到了是吧？嗯，你是要就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，比如说我要是发现起诉他，或者是一定一定会。你辛苦啊！哎，来，过来。啊？别手机，他别手机，你是这是民法吗？你走着吧。行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